金鼎奖、金嗓奖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金钟奖，有一部《桂花香》，最棒的电影的插曲，还有金曲奖，他是不是我们最疼爱的人？掌声欢迎潘越云！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小倩。今天晚上我在后台也听了好多非常精彩的民歌，这就是民歌最经典的地方了。不管是经过多少多少的岁月，就像我们的建县三百一样的，这个精神是永垂不忘的。今天晚上很多很多好听的民歌，我也带来我许多非常经典的歌曲介绍给大家。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也是和《野百合有春天》的作者罗大佑写的歌《爱的箴言》，谢谢。
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还是非常非常的 开心，让人觉得春风吹来实在是特别的心情特别的好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献给大家，就像每个人的心情一样的天天天来，谢谢。
每个人的心中呢，我想都有一朵很纯洁很纯洁的很香很香的一朵花，不管是百合，不管是玫瑰，不管是桔梗，还是许多许多大家都喜欢的这些花呢。不过我觉得心里面最有爱是最美的，每个人如果心中